奶奶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是被奥特曼打了吗？嗯，快拿下来，让奶奶看看。哎呦，是谁把你打成猪头了？奶奶，是蹦蹦打的，你就别管了。啥？是那个1米3高又黑又胖的蹦蹦。奶奶呀，带你找他去理论理论。奶奶，不要去，他奶奶可是这十里八村的母老虎，我怕你去了也要挨揍。他母老虎？我呸！你奶奶我可是这片乡有名的木叶叉，谁怕谁？走。蹦蹦奶奶，你们家蹦蹦把我们家可可都打成猪头了，你就说这事怎么办吧。莫急莫急，蹦蹦是不是你打的？是我打的，谁让他把我铅笔弄坏的？你胡说，明明是你拿了我的笔扣掉了鸭子。我给你要你不给我，还给了我一耳光。听见了吧，听见了吧，你的孙子睁着眼欺负人，活该。谁让你这个木头孙女不知道还手呀？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有什么样的孙子就有什么样的奶奶。好呀，敢在我门前撒野。哎呦你妈，又打人了。哎呀，闭嘴，撒泼打滚在我这儿不管用，赶快道歉。哇，好好好，我错了我错了，蹦蹦还不赶紧道歉。我哥哥对不起， I'm sorry。 哼，奶奶你太厉害了，我太崇拜你了，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超人。那是，咱们不惹事，但是咱们也不能怕事。走，跟奶奶回家。